非常谢谢大家反应那么大，也谢谢很多的朋友能接受。台湾熊市，我不知道有时候来一点不一样的变化，就是怕大家看腻了，而且我接受度也非常非常高，我很愿意接受不同的挑战。自己保养跟心态是很重要，医美是现在的科技，你好好的用它，其实那是很正面，也没什么不好。但是我真的没拉皮了，我也没埋线。李峰呢，就是从以前拍戏就认识，后来呢，西峰又拍了《黄金岁月》，我就认识他了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一块吃饭，他就介绍，这是他女朋友。那个时候是不是很正式第一次？再来没多久，他们就结婚，然后有了小孩，这好快哦。那在这里呢，祝福他。我觉得他们两个非常棒，就是满满的爱，然后再来有了这个。女儿之后，哇，那个真的是非常幸福美满，要一直幸福美满下去。所以今天手包应该给的分量很大哦。也还好，来的心意比较重要。对，对，祝他们就像幸福，幸福，幸福。因为北后姐，你上次那个照片引起轰动，对啊，回来跟女团呢，对啊。对，非常谢谢大家反应那么大，也谢谢很多的朋友能接受。台湾熊市，我不知道有时候来一点不一样的变化，就是怕大家看腻了，而且我接受度也非常非常高，我很愿意接受不同的挑战。但唯一比较不能接受就是，如果要我扮演那种摇滚重金属，那个我就不行了。那你说啊，漂亮的妹啊，夜总观，我也年轻漂亮过啊。现在不管年纪怎么样，心态还是觉得还是很年轻是比较重要。当然一个不一样的造型，有人会喜欢，有人不喜欢，这很正常，我都接受。但是真的，自己保养跟心态是很重要。医美是现在的科技，你好好的用它，其实那是很正面，也没什么不好。但是我真的没拉皮了，我也没埋线。对，就是当然现在拍照都会有一些可能就是滤镜啊，或者是说微调，但基本的框架是不会差太多吧。你这样看我本人会一模一样哦。你怎么那么甜，真的就是说可以稍微，比如说我们像说微整微调，或者是你照片当中的微调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只要不要就是，对，我也不知道哎，就每一个人的接受度了，我是接受度还蛮高的，但不希望是很失真，但大方向真的看本人应该不会落差很大了，会有一点落差，但我相信那种心情啊，还有自己吃东西啊，因为我从来不吃甜的，然后我又很喜欢流汗，我又很喜欢晒太阳，那当然如果有的时候朋友聚会的拖多了一点，但是如果我第二天要工作或干嘛，我就不会有拖了。所以你要去节制，你要去看，并不是说都不可以吃，并不是说你都不可以小酌，可以，你可以自己去拿捏，不要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，我觉得这比较重要。放松聚餐小酌没关系吧。那美凤姐看到有人这样质疑，会不会觉得不是很开心，有影响到心情吗？不会不会，完全不会，都不会。我只能说能引起这样的讨论，这也是我的荣幸，因为当人家不讨论你的时候，就要自我检讨。那当然也要谢谢造型师的协助，才能够让我每一次会有一些不一样，没有他们就没有我常常让大家觉得我很不错啦，什么没有他们就不行，所以都是天时地利的配合啦，非常重要。因为他们专业，再加上我愿意尝试，所以我就继续。还多久做一次医美？你像凤凰电波，每一个人的体质什么，有人是可能半年八个，我是一年。去年到，我一年应该
应该可以再进场保养。那就是有人是8个月，或是有人是1年多都还 OK， 看每一个人的状况吧。他最最好的就是让我不会因为这样我第二天没办法工作，我应该怎么样怎么，我觉得都还好。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微调真的是可以的，是可以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台湾熊市欧巴桑陈美凤。我是黄静莹。我是郑武成。我是孙艺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 Weekend。我是林真义。我是志新。我是陈君。我是陈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李红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